你看看你，你都怀了他们家的孩子，他真的这么狠得下心吗？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婆婆对我超级超级好的。哎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任何事情一通电话给妈咪，马上就到。TVBS 42台12月14日起，全新八点档《家有喜事》。